正好坐享太平，你为何唉声叹气的呀？哎呀，胡言令公有所不知，将我儿崔龙虽已长大成人，尚未婚配，将老夫偌大年纪抱孙无妻，思想起来怎不令人烦闷呢？哦，原来为此，但不知令公为令郎求亲，相中哪家之女呢？哦，就是佘判官佘令公之女佘赛花。真是，哎呀，好得很，好得很。想那佘赛花生的是沉鱼落叶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且书读兵书，深通战策。只是他的性情刚烈。啊！哎，不敢啊！好，好，好！如此就犯令公为媒与我。嘿，好，我与他傅神红乃是自家兄弟，生死之交，此事我不说便罢，一说准成。是啊，将胡言令公德高望重，若肯娶头为媒，那小儿的婚事是定难成就的了。魏公但放宽心，此事包在我的身上啊。于此我当面谢过，当面谢过。岂敢，万岁有旨，宣二位令公偏殿一叙。哦，万岁宣召，你我少时再讲。少时再讲，请。Thank you.
亲事啊！亲事啊！